今天他担任的是边线的一个任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的一个悬赏金额。请问这个悬赏金额，狗哥菁英 AD 值多少？大家应该知道是刷什么数字了吧？这是一个值多少的时间？好，还在继续探底。对，到底这个数字会不会是梦寐以求的数字呢？现在这个数字是负的，快秒数不够了，各位快点，你们到底要正的还负的，决定一下好不好？这个竞标人数突破了将近快200。 但是负的数字并没有回归啊，看来还是很遗憾。这哪一天一定会有这个，我期待啊！遥遥电竞这个比赛也是来争霸一下。哎呦，上半部说说已经先打起来喽，已经满哦，满5成。哦，看到了，正巧看到，想跳出来骚扰一下，闪钩被走位躲掉了。因为他那个钩看起来是想说要在半路拦截，而不是勾他定点的，结果给了一点时间给狗哥跑掉了。那上半部的话。 哎，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考虑的。换血，我看应该是换出300滴吧。哦，哎，一等就换出300滴，一等不就一个500滴吗？对啊，所以这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的情况。中路推球推到陈醉梦玉，接过来，搭配完美位置啊！这是完全让你菲欧拉炸线，等级甚至连装备都要差到1到2件了，这样继续控下去。下半部也是顺势的勾到中防，刷2个之后是柔一的闪现，但是捡到直接过来支援，想针对下半部交过闪现的纳蒂武斯。 跑不太掉了，只能用自己的所有全力打出了自己勾的伤害，但还是被这个中路直接传送，然后往下路跑一波。雨伦重击到了，还有机会抓。后方的菲欧拉也感到要包抄，交闪现的欧拉夫成功的躲掉。哇，这里 P927要往上的包夹效果其实还不错的，回到中路的正面单挑，不断的点推球，顺势的还想把下半部的视野给抢回来。这个小龙的位置，哇，哎，这个走位哎。 不过闪现来，大绝直接杀了。我看你怎么走啊！你在扭啊！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回头有点多了，回头真的是让我有点吓到了。作为一个前职业选手的气魄，那里一定要往前走。他感觉可能是在赌灯笼吧？哦，还在等那个。对，他可能在赌灯笼。哎呦，接下来是出手，暖男没勾到，反而是被对面的那就是勾到，心都要推，被留住。前面还跑不掉的欧拉夫有个球果。 啪一声，哎，连啪都不用，对面也没想要追了。这里还想要再勾尝试看看，球果敲走了，哇！而且弹到左边位置，辛朵拉要包抄吗？辛朵拉，辛朵拉断线吗？闪现的这个位置有点怪。哇，狗哥 AD 包夹，这是一个 AD 的包抄位，抓到了辅助，连续的 CC 竟然被留住，回力包不断在丢。 这一个狗哥哈特利开丢啊，忍术丢之术啊，把这边给丢死。后方会赶过来，会飞的好运姐打了一下，但打狗哥的人必须遭到制裁。欧拉夫开剁，针对这个好运姐，好运姐被逼傻，先走。他就一个是看不太懂啊，对他看起来很想怎么自己用肉身去撞死他们的画面。上半部一个晕眩速度太快，菲欧拉没有挡到，爆了，是压制压的够了。 来看一下，这波不知道什么辛朵拉是对这波辛朵拉唱回声哦，是被 breaker 断到了，然后有被碎到吗？其实没有被碎到，但是也没有空间可以走位啦。啊，他只能往前走了，难怪。哦，他这个往前走，这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，但没办法，死定了。后方位这里的包抄 ，AD 包抄实属少见，真的。而且狗哥这个复苏哦。 右方位于是者被拉到右边，这个一定要抢的冲进来，想要抢开启大绝，最终的争夺战，看起来重击好像是没赢吗？欧拉夫不能拿没赢啊！雨伦抢到了，完蛋 ！Breaker 要争夺 MVP 了吗？大家跑光，应该考虑一下。对他们刚3个人的节奏优势，瓦迪来啦，潘森来了，一阵风不带走一片云彩，看起来是想带走辛朵拉的人头，闪现的晕，有个进化的辛朵拉往后拉扯，大绝交了起来，但最后原地倒下。 后面下半部位置，闪现拿第50勾，打爆后方的人员。哎呦，准备要杀，扫死，直接扫掉。后方 TP 还要来2个 TP 的针对，这些勾直接冰掉了雨伦近爪的闪现。那 TP 赶过来，柔一奇的半条血量，潘森也差不多。2半条人狙打的顺势也抓到了，被留住，抓雨伦倒地。就敌这个传送有没有必要缴？我觉得是很打问号的啦，个人是这样子看。 那前面这边的话，先看一下 replay 哦，狗哥这个被抓绝对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失误哦。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敌，他确实有牵制住纳蒂鲁斯，不让他们去与这个劲爪汇合，但整体效果而言，我觉得这个 TP 缴的是其实是有点多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反而觉得就算果断的，另外一边的 P 金小准备来制裁一下上半部的潘森。对，这波如果有 gank 到的话，就是预示者直接下了。 直接开大的被断，直接缓速，后方位置劲爪进来，没有闪现的潘森回到自己的塔下，被打出了回血阵倒地，1000多一点。对，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能看人头啦，有时候3换1还是亏哦。对，整体经济，菲欧拉在潘森上面没有错，他是4600，这个敌只有4300。狗哥在打，哎，有感觉，就狗哥被抓上，还是哦哟，这也是单挑，我们全新的单挑对阵模式，中路的单挑对决。 哎，辛朵拉是不是有 bug？ 为什么辛朵拉不会扣血？哎 ，WQQR， 惊人！爆了！哎，辛朵拉其实还是满血，然后柔一直接化为了一阵星辰。对面要来尝试继续的给狗哥发育了，所有人也都集结来了。哎呀！哦，闪了一个斧头，但是要来抓蛋，抓到。 直接被打出了一个金爪大，后面好运姐的弹幕也是比较偏劝退的效果，包括潘森来了，跳得有点远，被辛朵拉给推开，那辛朵拉可能就要被击杀吗？交出了进化，顺势的躲掉，不过后面的 TPP 角还是选择过来支援。刚那波是完全没有看到纳迪鲁斯哦，对，大人出优但没打。哦，这上路的对决，准备要打出击杀了，哇，3个破绽了。来看另外一边下半部。 刚刚砍完了肌肉猛男，现在要来欺负一下萝莉了，应该是杀不死。你好啊，秀秀，开砍！秀秀的赎罪放下来，后面的劲爪也要来，缓速直接交闪现了。哇，而且打完就跑，女英雄看起来气氛已经来了 ，TP 也来，全部往下夹。劲爪大脚还没好哦，斧头缓速缓到，欧拉夫开大闪现 Q 后继续砍死。 菲欧拉是且战且退啊，边打边后退，成功的跑掉，不过下了2塔要没。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这个 PP 的中路确实是打分带打的比较多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Horus 这边哦，他中路其实是有看到下路2个人秀的，但是没有看到Breaker 这个位置再来的包夹哦，速度其实特别的快，而且刚刚菲欧拉在打的时候是没有大的。 刚刚有大弄一个加速，就算柔一交闪现，其实都有可能死。那没有大的话，其实追不太上，反而是被对面给直接包夹了。对，但是他千万不要往窗外看，对，会被拖走，会很恐怖。哎呦，到了，进化解掉，进化解掉，顺势的反打。对，我看右边那个是虚弱，他那个图片，哇，现在要杀真的是杀不掉啊！哎呦，直接逼了一个大。 神像喘息，让我喘一下。辛朵拉的位置还太远了，睡到了，在清兵，他睡到打野了，要赶快帮挡。纳迪鲁斯进来，黎明英雄有选择要吃完吗？看起来想要拼到底，后面 TP 潘森要来了，有人在等，但这边潘森给针对所有人开始 CC all in， 闪现下来，开启大绝，劲爪身上喘息，让巴龙可能不会死吗？巴龙最后争夺战，血量还有900、1000，最后欧拉夫是连劲爪带砍，把巴龙给拿了下来。 虽然双方的好运姐大绝下来，但没有任何的效果。来，巴龙池里的人陷入危险，交互闪现后往前进攻的狗哥 AD， 狗 AD 连血输出在后面，没有人可以阻止，已经拿下第一个人头，拿下第二个，拿下第三个，又是一个 triple， 是一个跨抓 kill。这个闪现太精彩了吧！他是直接闪掉辛朵拉的大，然后直接进去龙坑里面1打3，把人家全部挑掉。没错，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回放哦。刚刚看起来的话，那个劲爪的大腿其实是有圈到巴龙的，对，只是好像这个 OB 的时候有一点点快，就是他最后才闪了一下，所以雨伦看起来应该是中早了哦，没有实际上拿到这个巴龙。巴龙其实有进入想要抢的领域，但在对决上来说是宣告失败。后面来看，这边直接下来打，没有收掉，而且还吃了一个睡眠气泡。 哎，是有推到，但就只有他队友都被晕了，但他没事。队友所有人都担任了狗哥的一个城墙，狗哥安心输出。会看到劲爪去输很多。欧拉夫开大身后跑，跑掉了手中。那这边的话只能靠神偷啦，好运姐只有他在附近，但他们也要完蛋，黎明英雄。 哎，这个疯狂量，哎，一个到站，啊，打绝，站进来，直接炸开始输出水银，哇，是弯刀直接加速想要往前进攻，弹幕的好一点没有扫到，差点被勾出来，自己是赶快取消大绝后往后撤退回到温泉，但现在黎明英雄人员准备来结束比赛，毕竟7号双人组还在自己家的温泉后方位置是一个劲爪跟菲欧拉，想要进场段之力开起来交出惊人，但他这惊人等待的可能是死亡，再要 Q 技能往后拉开，从窄口区逃跑。 哇！这个红 buff 烧一烧还是直接烫死了。这就是战龙的威力，不论在哪，网路品质都一样好，有没有？砰！那边直接秒掉，秒掉那个没买战龙的人。啊，这样。现在来看一下最后的主宝，然后出来的人，尽早开启大绝。雨伦一直在自己的大绝里面，想看能不能吃掉永古巨龙的斩杀，但没有掉到安全的血量，开始连续的进攻黎明英雄。 想要结束对面的幸运，那最终还是拿下主宝2-0，结束了他们 BO3的一个赛程，进军冠军赛，可是我们最佳的第6人。我感觉两个都 OK， 狗哥啊，两个对，应该还是一样，两个都一样。那就是大家可以投个票 ，#hashtag 的 Red， 然后看是 Top 啊、JG 啊、Mid 还是 AD。那当然要提醒大家，我们 MVP 来了，来看一下这场 MVP 交给了还是狗哥，我就说又是你，这么恐怖对吧？对，那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第6人来了，第6人我觉得应该是劲爪，劲爪，雨伦是最佳第6人。